是六本行，也是无法终将归出，无将可忍。我如何替身抹亏？一虽然，我将实行一味嚣张，同时也无法替海雄君报仇了。如今天寿，天寿卡在在手，一定可以终将归出。但是，我要用什么面目见天寿？是天寿父母，我为什么不敢见？要相逢何不欠情？我将伊由董英的手中救出，伊也替我解开疆土。我来天寿伊手不，已经离开此地了，我也是放弃吧。天主，是你天公，你来此地一定有所催我。我已经被东瀛的机关施主，请你为我解开，正好我有所要拜托你，不如互相帮忙吧。我将你由东瀛的手中救出，你替我解开，咱何不休克？天公，那就算我救你，为何行事待你？天主快去啊！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替我实施素还金。实施素还金，为什么？伊实施了求我先知，什么？我以为素还金只是刀锋动用，想未到。伊就是恶本之中人，为了对东瀛表明忠心，伊将替我先祖牺牲，苦恨我无光彩太多，无法以他同归于尽。天公，我只能求你。苏文金竟然是这种人，我会找一个新死。呵，天公。将剑交我，魔魁迷途有一素还金对凶，想告素还金就是恶本之人，也是在高声听动无人知晓。万一我死在伊手中，无法完成海雄君的委托，也已经尽力了。天公已经替你解开枷锁了。素还金，今日我必将毕生的不公用在你心上。你是为了何事对我解释？你心中有数，你要死吧。苏焕金无仇红尘，能力江湖兄弟，面对下定决心的无仇红尘，苏焕金的全力以赴吗？